你们走后，惠莽的确派出了追兵，绕了几个圈子甩开后，带着五徒弟游山玩水，大半月才回去。这一路上，龙太太也算大开眼界。先前他以为小凡子是穷了底儿掉，还在想到时候要是把桃花山老板吃空了，是不是还要再来个冲出江湖接单子维持生计？可当他被带着参观了你的山庄、酒楼和一系列产业，惊讶的无以复加。你端起架子，哼哼，这些不过是冰山一角，你的师兄师姐都是有大本事的人，三不五时给维持几个铺子、山庄，积攒下来也有这么丰厚了。笑笑听完，不得审视自己，小凡子，我可什么都给你留不下。确实，你算是维持收过最穷的一个。放心吧，师傅不记仇。再为他逛了许久，终于要回去。至于福成哥的杀手，是不是还傻愣愣的包围蹲点，那不重要。他们要是敢包围，你就把他们包围了。就这样，又过去俩月安生日子。直到有一日，龙秀才带回来一个消息，说赵古镜有下落，就在千灯楼拍卖出售。这镜子的神奇之处，就在于能照骨骼经络，百年前唯一一仙手制。龙笑笑说是要用来治病的，你疑惑，你身体又无大碍，治什么病呢？少女说，这镜子除了广为人知作用外，还有个隐藏功能，就是可以映照出人缺失的记忆，它有一段记忆是空白的，那就是当上第一杀手之前，为什么效忠惠莽，进入浮尘阁那段。他只记得对付了他有恩，对他很好，他就加入了，可却记不清其中细节。买镜子的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，凭借多才多艺很轻松就拿下。回到桃花山后，龙笑笑摆弄了镜子，忽然不行对准你，咦，小凡子，这镜子怎么照不出你？难道你没有过去吗？镜子的使用很简单，只要放到床头供奉起来，就能在梦中看见过去的事情。接连供奉十日，龙笑笑终于入梦。等第二天醒来，你问他什么时，他却有些迟疑，我梦见了惠莽的兄长惠风来，那是浮尘阁正统的少阁主，如果他没有被惠莽师弟陷害，现在应该是稳住阁主之位。当时剑是笑笑挥下的，鲜血如花飞溅，可是怎么会梦到他呢？你随口回道，赵古镜赐给你的梦绝不会是平白无辜的。突然想到什么，该不会当初救你的人其实是惠风来，但你因为某种原因忘了他，然后错误跟了惠莽，最后还把自己的救命恩人给杀了？少女沉默片刻，小凡子，你就是想要我的命吗？能不能想我的好点？这乌鸦嘴仙人，你吐吐舌头，不能不能。不过我们的小花也太惨了，幼年是双亲，少年是恩人，这样你不就只有我了吗？这命有点硬啊，哪天师傅给你算算看能不能变软点。师傅也怕被克，说归说，笑归笑，做梦还得接着做。梦里找回的记忆是陆陆续续的，这日晚上睡觉，你没想到自己也被拖入了赵古镜的梦。街坊上行人你来我往扔得非常，但就是没人注意到你，似乎是作为外来客误入了未知地带。这会儿忽然有个小姑娘拽着拽你，头上的龙角可不就是五徒弟龙笑笑幼年版吗？小花你怎么在？一句话没说完，少女就竖起手指做了个虚的表情，但你七拐八拐走了一个小巷子后啊，开口道，我有个生意要与你做。什么生意？你来当我爹。虽然他言辞恳切，但你还有立场的拒绝，我不随便当别人的爹。龙笑笑的发言跟炸裂，我不是要讹你的钱，我是想要你的命。花了一番时间才弄明白这孝顺徒弟到底想干嘛，是要你被裹在草席里贴了四个大字，要饭葬父。对此你沉默了一阵，小花你不能这么摆烂，这不是骗人吗？再说了，这草席做客人，你得换个角度为师父考虑考虑。小姑娘说，换个角度，那我躺在草席子里你要饭？哎呀，你答不答应？不答应我找别人了，找儿子不容易，找爹还难吗？我看那个就哎，罢了罢了，吓死你要自食其力。咬牙躺进草席，没想到小龙还有些本事，找到一个好地方哭的是惊天地泣鬼神。很快周围形成人墙，龙笑笑一眼在人群中选中了那个金发公子，尽管这家伙穿的低调，但小龙一眼看穿对方绝对非富即贵，装模作样一刻钟，荣华富贵三十年。可对方压根不搭理，于是一连换了四个地方，惠风来终于开口，别忙了，这小半天你都在我面前葬四副了。小龙沉默了一会儿说，下葬的机会总是留给做了充分准备的爹。惠风来有些忍俊不禁，留你在外流浪可怜，进了我们阁中也是可怜，你想怎么选？小龙并不懂他说的可怜，我只想吃饱饭，没有吃的我不知道可不可怜，但一定很可怕。惠风来微微叹气，罢了罢了，缘分如此，不得不应。后来的事你不记得了，只感觉面前白光闪过，再睁眼就回到房中。你如太阳穴，打算一会儿跟龙笑笑对一对梦里的东西。很快隔壁房间也传来动静，木门自内打开，龙笑笑顶着熊猫眼出来，把你吓了一跳。你这是做梦呢，还是被吸食了精气啊？小凡子，我不懂。龙笑笑捏了块点心，恶狠狠咀嚼。我都这么笨了，做梦还弄个谜题给我猜，你让他先别激动。你说我梦见小时候的你了，他眼前一亮，是不是聪明伶俐又可爱？嗯，这很难评，你认我当爹。
龙笑笑捶了下桌子，你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过程。我不认识那个少年的脸，但我猜测是会风来。龙笑笑没有心思管少年是谁，因为他的梦跟你完全对不上，他还是梦到上次的场景，只是这次会风来开口说话了。他说，笑笑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然后呢？没啦，我睡着了。比起你的滔滔不绝，龙笑笑三言两语简短得很，一时间分不清到底谁才是跟惠风来有牵扯的人。小花，你是不是睡眠真的太好了？人家惠风来话说一半又睡死过去了。还真是，龙笑笑有些心虚的承认了。要不你下次见到小时候的我，你就说你是天上来的神仙，说我是天命之女，通过你的考验就能升天。你满脸不信，现在骗小孩都不这么骗了。少女急了，真有，你别不信。过了几天天气热了，师徒俩坐在院子里，他在屋外数星星，你躺在摇椅上。你问他，慧莽对你那么不好，为什么不早点离开呢？少女嘟嘟嘴，之前没想过啊，而且慧莽之前对我挺好的，只后来一切都变了。你叹口气，要我看你这是被慧莽骗了。其一开始收留你的帮你的就是慧风来，对于你好的也是他，只是慧莽用了点手段让你失去记忆，反而让你对救命恩人下手。这猜测不是第一次提出，最开始龙笑笑是不信的，但现在却有些动摇。那完了，慧风来也太冤了吧，真要是这样，我岂不是要以死谢罪啊。你们说话声音很轻松，但少女明白你只是想把最坏的结局提前说出，怕真相浮出水面时他会承受不住。你提议，小花，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们可以停止赵古静的梦，人生没有必要穷尽所有真相。龙笑笑的心态倒是很好，我都明白，但我就是要这样，吃一堑长一智，吃两堑长两智，那我在同一个坎儿摔800回，那我就能升900智，1年900，2年1145，等我活到死就聪明大发了。你听得一愣一愣的，乖徒弟，你算术不会是跟练武老师学的吧？少女呲牙一笑，再说了，不是还有小凡子你吗？我现在有人可以依仗，如果真相正如小凡子所说，那我就更要好好活着来偿还和赎罪。龙笑笑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冷风、瑶瑶、雅柔、夏木前四位弟子的离世，把你的心也抽离了四片，再怎么看淡，那真切的伤痛也会像锋利的纸张，在翻阅回忆书时猝不及防的割伤流血。你会向前看，但灵魂被坠得很沉，而少女把你的双脚从泥潭中拔出，哪怕伤痕累累也要用沾满泥巴的双手朝你挥舞，说，喂喂，小凡子，来接我一下呀。山不止在目送的人远行，人有人愿意长留于此。你拍拍脑袋，放心吧，就算你真的对慧风来有罪，师父也愿意为你走黄泉一遭，去阎王那说说情，给他来世安排个好人家。梦境继续，当夜你果然又看见了小龙笑笑，他正在院里罚站，看到你凭空出现，顿时瞪大了眼睛。我去，死了多年的爹突然活了。你本来想猜到他的脑袋，但有人代劳，一个瘦高女子从屋里大步走出，不老老实实反省又在做什么妖。不是师傅，有个死人活了。哪里有死人？师傅顺着他的话看了一圈，空空如也。这会儿你早跑了。法龙笑笑面壁思过，少女欲哭无泪。过不少会儿你折返回来，用了个幻术在旁边立起个小女孩，让本尊歇歇。小龙觉得好神奇，爹，原来你本事这么大。我不是你爹，我叫萧凡，是个仙人，忽然想起徒弟的交代，于是说道，我见你天资不凡，未来必成大器，但在此之前我要对你进行一番考验，通过了便能得道成仙。结果这家伙并没有表现出想象中的期待，反倒有点狐疑，小凡子，不会骗人，我可以教你，你答不上来。有人告诉我，只要这么跟你说你就会信。不可能，跟你说这话的人绝对是傻瓜。这一次你停留的时间挺长的，看着小龙练剑，闯祸被罚，再闯祸再被罚，一转眼到了他第一次接会蟒的时候，当时他也是跟着师傅学习，对打练习遇上了小龙，下手没个轻重，把他暴打了一顿。于是你来的时候就看见他又在罚站，如同之前那样，再立个小人让本尊歇歇。小姑娘蹦蹦跳跳到你面前，小凡子你又来啦，这次带了什么好吃的？掏出一块桂花糕，你慢慢吃。